回来的这个书。另外，三十几号的人应该没有拿到西莫伯这本书，因为编号的关系，请你到前面去随便拿一本。蔡子琪不用帮，我请他自己拿。谁没有拿到书，自己去前面拿。好，拿到就最好了。别忘了跟老师问好。老师好。我们上次结束了哪一本书？基础的功能点在哪里？这是第二本，对不对？对。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吸墨鬼。哪一本？觉得好看的举手。哇，放下。比下一本好看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我上次请你们老师同一本读哪里？第一章第一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就正式的来读这一本书，叫做《寂寞会来了》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学什么。第一个，能够了解作者的背景。你有看到这个作者是哪一国人吗？你知道的举手。没有人知道。有人知道，两个。好。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，你们要先给扣分哦。第二个，我们等一下会我们一般阅读是都会回答问题，然后等一下我们问问题，你就会大概了解这一部的内容是什么。第三个，再想想看跟你生活经验有没有相关的，这是我们今天三个的目标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本书。当你拿到一本书，你会先看到它的什么？封面。Yes， 封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们举举手。这位是子琪。他说他看到一个吸墨鬼在吸墨水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吸墨鬼？哦，因为他拿着书，还有叼着一根什么吸管，所以你就会猜他是什么吸墨鬼。他就是主角吸墨鬼。好，那他跟你想象中的吸墨鬼长相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那你跟他说看，你想象中吸墨鬼应该长什么样子？长得像吸血鬼。长得很像吸血鬼，那吸血鬼是什么样子？啊，是什么恐龙吗？脸色苍白。脸色苍白，还有嘞，吸血鬼他要用，去吸人家的血，所以他通常会有什么？两根尖尖的牙齿，你看它，它没有尖尖的牙齿，它的嘴巴是怎样？圆圆的，因为它用什么吸的？吸管，所以它只需要含得住那根吸管，对。所以你会觉得它很恐怖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好，后面除了他看到他拿一本书在吸，还看到了什么？请那个水佛签。一个小男孩躲在桌子底下。哦，一个小男孩躲在桌子底下。你有看这本书就知道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什么主角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奥迪。奥迪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大概就看到了书和这本书的两个主角。好，第二题，那西莫回来了，联想到什么？你猜猜看内容在写什么？你联想到什么？请永轩。一个吸墨鬼吸墨水引起的风波。好，那你觉得它的内容大概是会是比较轻松、愉快、可爱、恐怖、惊悚哪一种？你觉得它的内容会偏向哪一个？轻松。轻松。你看，你大概看这个封面，你猜它的内容是属于轻松的，举手。好，放下。那你觉得它内容应该比较恐怖的？好，放下。还有别的吗？那你后来看的时候，跟你看封面给你的感觉一样吗？你后来读了第一部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读完第一部，它跟你原本想象的一样吗？一样。一样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不一样的举手。好，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
你想象的一样，也不一样，都 OK。第三个，作者是谁？他的背景是什么？刚刚有人要去翻了。好，谁会回答？那个多恩。作者是艾希克，然后他出生在法国的小镇。法国的小镇，他的职业是什么？他有当过培养老师吧？是，还有呢？还有几？他是几个小孩的爸？一个小孩的爸。谁家有生七个小孩？举手。你。谁家生五个？没有，我家生七个，两个死掉。我是流产。真的？可是五个也非常的了不起耶。哇，好了不起哦！好，所以他是法国人。那法国跟这本书，你会不会有点连结？法国你会想到什么？巴黎。巴黎。巴黎铁塔，香榭大道。香榭大道，他们的建筑物很多都是漂亮的。风车。荷兰的风车。对，荷兰的风车啊。啊？就是很多古堡。那古堡如果发生鬼故事，在中国鬼故事就是谁？主角都是谁？秦始皇。中国的秦始皇。秦始皇。啊，但如果中国的鬼故事。甄子就是中国的，可是如果在欧洲，在法国的古堡的鬼故事，你有想到什么？吸血鬼，恐怖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这个是吸墨鬼，所以他写这个也许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。他不想写一个恐怖吸血鬼，可是呢，他又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，就是这个吸墨鬼。好，那这本书分成几个部分？来，大家一起看，几部？每一步大概分成几张？六章。第二步嘞，六章。第三步什么？五章。第四步？七章。看起来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一口气把它读完。有的举手。你受不了，你没有读完，你绝对放不下这本书的。哇，这么多，放下。读一半的，读第一步的，读第一步。就读第一步的，好，放下，读到第二步的，好，请放下，读到第三步的，没有，所以我觉得多数小朋友是受不了的，一口气想要把它读完。那我们来看内容在说什么，来第一题念一遍。他不爱看。
他一个工作是什么？给他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在跟客人。看客人有没有奇怪的举动？看客人有没有什么？偷书。那客人把书偷走，他很高兴吗？不高兴。书里写什么？为什么小男孩超高兴？对啊，他恨书恨到说啊，越少书越好，所以书不见他超级高兴，他都在监视客人，所以他有一个秘密基地，就是在他监视客人的地方。那你觉得这个标题写秘密基地好吗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微笑。有的觉得还不错，你会用什么？永生。神秘的怪客，第一章主要在讲神秘的怪客出现了吗？后面还没哦，还没有出现哦。敦，最爱的小叔叔，最爱的小叔叔，嗯，那人家会不会以为是他很爱小叔叔？会，啊，会，然后也是很爱小叔叔。爸爸最爱的小叔叔，哦，爸爸最爱的小叔叔，或者哪个标题可以说他爸爸爱书，他不爱书，可以怎么下？我不爱书，很好，我觉得标题很好。我不爱书，人家就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来，尤轩，是谁来的？是谁来的？也 OK。好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主题跟它里面的内容，你可以觉得说，哎，它有没有一个相关性？没有，也许你可以帮它取一个更好的标题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二题，那天。
比较多方向，所以代表的小男孩啊，真的是很胆子很大，实在是很好奇。好，还有没有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有不放弃，为什么？我不想放弃，他一定要追查个什么？水落石出来。好，那个修成，勇敢，勇敢，有没有勇敢？有，他有勇敢。好，还有永轩，就是靠我喜欢的勤奋执着，对喜欢的事情或者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这大概可以猜出这个作者的一个个性，就是一个小这个小男孩的个性，执着、好奇又勇敢。好，来第四题，来我念了第五章吸墨鬼，以前是吸血的，为什么改吸墨呢？可以知道我用抽的，这题应该容易找得到答案。四号，静哲，来，为什么改吸墨？在第四章，他为什么不吸血改吸墨？他以前也吸血呢。他不会，我就把机会让给举手的。来，静姐，他为什么不吸血改吸墨？珍惜，觉得印象。
对不对？ OK， 来我们看第六题，第35页，我看一下隔壁那页，小男孩的视线渐渐的模糊，你猜他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后面有找到答案，我们先问哦，你猜他发生了什么事？26号，你猜发生什么事？他变成吸墨鬼，他怎么变成吸墨鬼？他被，你看他被吸墨鬼咬，然后变成了小吸墨鬼。那后面有讲到这个答案吗？后面有讲到这个答案吗？第几页？啊？40还是41？40跟41。40跟41有吗？40跟41是说他在吸墨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问你说，他视线渐渐模糊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怎么样变成一个吸墨鬼？是被雷劈到还是怎么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说一个好不好？你先在哪？他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被德古书咬，哪里有写到他被德古书咬？第几页？舰长正率领士兵展开殊死战，什么是殊死战？
险，是精灵岛里最恐怖的海盗。谁？弗雷特。我们双剑交锋，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激斗。我筋疲力尽，累得连挥刀的力气都没有，只好使尽全力冲向我的死敌。没想到他往旁边一闪，我来不及停下脚步，整个人坠入大海。所以他在熄没的时候，他仿佛生命去沉浸在那个故事里，仿佛生命沉浸在那个故事里。所以他吸的这个墨有没有味道？没有，没有味道。所以你看第八里，你觉得作者用吸墨鬼，是其实在比喻怎样的人？爱看书，爱看书。多说什么？爱看书，爱看书成瘾的人，同意吗？就是看到，就是爱看书到，如果你不看书会死翘翘。哦，爱看书看到，你不看书会死翘翘，所以吸墨鬼好像是在比喻很爱看书。就像是我平常阅读文字，你是不是也很容易融入情节？如果讲到让你感动了，你就会怎样？哭。可是我紧张刺激的，你会不会一起感到很紧张？会。就像是这个，你看到前面，你会想要知道后面的结局是什么？不想。会。啊，有人会不想，可是你有的人会不想。会。有人会受到吸引，就会想说后面的结局到底是什么？那如果遇到一本书你不喜欢的，你就不会有往下看的冲动。那如果用吸墨鬼来比喻，你可能就怎么样？一直往下看。一直往下看。你还要继续吸吗？可能就吸一半。所以你觉得你是小小吸墨鬼吗？
是在怎样？祝你阿贝继续运动，你要这样甩来吗？好，来跟同学介推荐一下爆笑 Q 版史记。爆笑 Q 版史记内容是关于讲一些有名的人的事情，然后内容中带一点好笑的东西，好笑的内容。它读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没读过，很少。有兴趣的举手。哇，这很多。好，推荐成功，来几号？七号。七号。还有谁想要推荐？这位是永生。好，千万不要随手快速的走到前面来。好，转过来。不可不知的人性。你不可不知的人性，我是在讲什么？讲，比如说人类不好的习惯。有没有兴趣？没有。你不可不知的人性，哦，很有深度，有兴趣举手。哇，还不错。还几号？二号，永生。还有要推荐吗？来，请那个修长。来，赶快。九号，来最后一位，来永学哥哥。
不要告诉我写不完，我一天只给你一张，联络簿拿出来写上去。字卷成一意，动作快。
好，你帮忙，你先帮我搬去给王师傅。这两把，上。好了，再见。拜。